北京卫视跨界歌王半决赛第二场的比赛现场，欢迎大家。经过了半决赛第一场的比赛，六强席位已经产生了三强，他们分别是李光洁、刘涛和秦海璐。今晚又将有六位选手登场，期待他们更好的表现。接下来我们将请上的是抽签台。剩下最后的六个名字，我抽这个离我最近的吧，看看他会是谁。哇，这位歌手也应该说是我们跨界歌王舞台上的一个传奇。哦，这位歌手呢，虽然在舞台上停留的时间不长，但是很多歌迷都说他显然可以抢她老公的饭碗了。我走了，去吧，去吧，拜拜，拜拜，拜拜，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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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跟你 PK， 怎么都是我助你，我助你啊！白百合，你知道我们在等你吗？我其实是选了一首我老公的歌，但其实这个歌唱起来还是挺冒险的，反正别出什么大岔子就行。不会给陈老师机会收拾我。
天荒地老。哇，百合唱的是你老公的歌啊。是是是，就被淘汰了也不遗憾了，反正他的歌我唱过了。比老公唱的好。唱的好就是他教的好，唱的不好就是我悟性有问题。但我要特别要感谢一下我们这些纸壳人啊，这都是我们真的舞蹈演员办的。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他们特别不容易，对，这跟上刑差不多，特别难受。辛苦了辛苦了。你看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今天半决赛了，还有五个人，你觉得五个人当中哪个可能是你最危险的对手？啊，最危险的就是。就是。就是阻拦吧。女神都怕阻拦。那后面还有几个也挺强的，什么沈阳啊，沈阳也很厉害。那总有一个是你认为你最想碰到的，因为碰到他你最有可能晋级。涛哥。啊，我很荣幸。行，看看我能帮你抽到谁啊，百合，来先休息一下。百合刚才说最不想碰到的是王祖蓝，其次是沈阳。我觉得如果不抽到这两个人的话，对于你来讲就是个好消息，对吧？我加油啊，我就随便抽一个吧，反正还剩下五个人啊，就他了。抽到我。啊，站得真牢。我先偷偷看一眼啊。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说吧。你从我的表情上，你猜不出来我抽的是谁吗？反正不是王祖蓝就是沈阳哥吧？是吗？是吗？是他们两个人当中的一个。究竟是沈阳还是祖蓝？我们有劲了。哎呀，我真的有点对不起百合，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实力特别强的选手。别看人家个矮，哎呦我的天！哦，对不起，个矮。我们要量一量嘛。我的天哪，真好！对不起了，百合。我还准备了别的歌要唱呢。是我对不起你，有请 The Jambo 黄祖蓝。非常紧张，这个舞台有太多的可能性，半决赛还是要拼了啊！可能到最后，歌王是你吧？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香味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一样盛放的赤裸裸。哇，这姑娘可是专业歌手嘛。就是啊，就是多么高兴带留你无穷快乐生活，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沙漠里一样盛放的赤裸裸。孤独的沙漠里一样盛放的赤裸裸。一个人的舞台，一个人舞台。嗯。谢谢祖蓝。百合，我来了。你不想碰到我，我就要碰到你。太气人了！来，我们把百合请回舞台。我们好久不见了。没事没事没事，哎，我就成一个凹字了，我在中间的话。百合听完了祖蓝的演唱有什么感觉？完美啊，完美。我听他唱现场听了很多次了，很正经的唱歌，我觉得今天是第一次。但因为我们老录节目，老互相查对方，我刚才看到升降台升起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你是可以当歌手的。哦，就是永远要把我升高一点点，对不对？我们会说他的那个身高都弥补在他的智慧里面了，但是今天都弥补在你的歌声里了。哎呦，我们录节目，我不会录综艺节目，我每天就靠祖蓝提醒我说各种话，然后做各种反应。我有些时候会开玩笑，我叫他师傅，然后很多人会拿他身高开玩笑，然后他自己也不介意。对，我也羡慕你啊，有一个老公可以叫到这样子，越叫越性感，太好了。但人家也羡慕你啊，有个老婆那么漂亮还那么高。哎，好了，要评委说话吗？其实我们为了表达我们对于张国荣先生的敬意，也是为了表达我们对你的欢迎，今天我们特别买了新鲜的蔷薇花为你来布置这个舞台。太开心了，还有后面还有很美丽的舞台。对，我喜欢我，结果，
然让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个 S 号的刘欢。真的？对啊，唱的再紧一点就是刘欢了。哎，这儿有一个 M 号的刘欢。M 号刘欢，刘夏老师。刘夏，刘欢的亲弟弟。你好。首先是这个白百芳女士。我刚才听的那个 Bosa， 非常棒啊，声音沙沙的，但是完全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另外这个祖蓝，很崇拜你，总看你的节目。谢谢老师。但是因为我们唱歌都是要提笑肌的啊，就是我们出来必须要这个微笑着唱，这样歌才能够唱的稍微甜一些。但是这首歌，我个人的意见啊，可能会恰恰相反，如果唱的更加坚定，稍微痛苦一些，可能更能够表达出这一首歌曲里面真正非常坚定的那一面。小宋老师说是再紧一点就变成刘欢，估计我歌唱也。我就是我，是天空不一样的颜色，天高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谢谢刘晓老师，谢谢您。百合再松一点点就是小野丽莎，确实她这个声音的特点太独特。我这五分给百合，我这票也投给百合。百合获得十分。I love you, baby. Chachambo. 百合，今天你的这个演唱稍微修一修就可以出版了。是的。因为我真的，你的辨识度太高了，你唱歌的那种情感，在现在歌坛里面的女歌手来说，我还找不到第二个是你这种味道的，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今天你的演唱，其实我一直很感动。虽然你在台上到目前你只唱了三首歌曲，我觉得三首歌曲的演唱的水平都是在水准之上的，恭喜你了，也恭喜陈羽凡。那您的这一票投给的是？哎呀，我零分了。恭喜王祖蓝零分。哎呀，我跟你讲，王祖蓝在舞台上嚣张太久了，今天终于白百合给教训他一下了，好大的教训哦。接下来还有我们的十位专业评委要进行投票，投票之前我们先听听他们对于你们今晚的表现有什么样的看法。纳兰静默老师，如果从人歌情景融合度和契合度上来讲，我觉得我这一票还是会投给白百合。科尔沁夫老师，祖蓝在唱歌这件事情可以把你跟谐星切割开，我觉得这是一个将来特别值得做的选择。谢谢。谢谢科尔沁夫老师，这也是祖蓝在我们跨界歌王的舞台上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在这儿他只希望我们看到他一个身份，就是歌手。那我们先请评委老师们做好准备，红色代表白百合，黄色代表王祖蓝，请举牌。好，百合获得了四票，祖蓝获得了一票，谢谢。这边的五位评委请举牌。同样，百合获得了四票，祖蓝获得了一票，两轮相加，白百合是39分，祖蓝目前是6分。我先走了。我可以再拉拉票吗？当然可以。其实这首歌里面的我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我就是我，所以我没有再唱格格。你喜欢这个我，你就投黄灯；你不喜欢这个我，你还是喜欢格格，可以，谢谢大家。祖蓝表面上给我们的感觉，他是一个特别会制造快乐的人，永远嘻嘻哈哈，让我们看到他就特别开心。但是我特别想告诉各位的是，祖蓝是一个骨子里超级认真和执着的人。在跨界歌王筹备之初，他就专门聘请了一位专业的音乐老师，每天在练习，在准备我们的比赛。所以无论怎样，祖蓝，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你，我们真的很敬佩你。我也相信哥哥都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就做自己。当然我们还是要说，百合也真的是一个超级有天分的女歌手，刚才各位老师的肯定和鼓励已经说明了一切。所以接下来看看，在我们150位观众评委的心中，你们认为谁应该站在这个舞台上？红色代表白百合，黄色代表王祖蓝，韩后茶蕊嫩白叶，嫩白就是 baby 白。观众投票时间，请投票。
票通道关闭。一起来看结果。这是真的吗？150票也会决获成分数，看看这么多的黄色，会不会让你们的分数接近，或者让祖蓝反败为胜？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后决获成分数之后会是多少。一起来看。祖蓝，一分，我真的，一生都没有赢过他一次。这个可以表演完美了。表演完美了，完美。刚才所有给祖蓝投票的观众，请鼓掌，让祖蓝听一下。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建议你们站起来，让祖蓝知道你们都是谁。谁给祖蓝投了票？起立。哎，没投票的也起立，这不太像话。有这么多吗？都站起来了。有两票吗？你们？谢谢祖蓝，加油啊！决赛期待你的表现。看你决赛吧，拜拜。谢谢。惊魂未定。我不敢背着他走。你先回去平复一下，祖蓝。拜拜，师傅。拜拜，拜拜。歌词里面说，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那我相信。如果相信这句话的话，唱这首歌的快乐也不止一种。谢谢所有给我黄灯的观众，不论是不让我晋级的黄灯，还是今天让我晋级的黄灯，也是对我的一份支持。因为我们都特别喜欢百合，尤其喜欢百合这样的一种心态。其实对每一对歌手来说都没有输赢。就刚才你问我怕谁不怕谁，我们彼此之间在后面在演播间听的时候，大家都在玩，不管谁晋级了，走回演播厅里面，大家给他玩一个北京摊。然后来吧，来这儿吧，1、2、3。还有想唱的歌了？你想还想唱什么？你知道我怎么想？像同样希望，我已不是原来的我，我真的没有你想象好。当初不应该用议论太阳的幻想，你痴痴的对我说，忘词了，我现在特别紧张。谢谢所有的老师，每一期都鼓励我，让我抢老陈的饭碗。然后现在第二次来没有第一次紧张了，对吧？好很多吧，第二次。然后其实慢慢是有点适应在现场跟那个捞仔老师的乐队乐团去唱歌表演了，但反正就刚刚适应就要走了。然后谢谢所有投票给我的观众，谢谢你们喜欢听我唱歌。我就喜欢你，我也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哇，从听到你的那一天起，好听。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等我，唱歌的压力比较大，觉得毕竟不是一个行当，觉得跨界没那么容易。其实真正来了以后，唱了一期以后，觉得其实有很多可以去挑战的。来之前没想过这么好玩。其实我觉得跨界歌王对演员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舞台，然后大家就是放弃或者放下很多作为演员的负担。我觉得
会舍不得这样好玩的一个舞台，然后这样一群好玩的朋友。比赛继续，我们要抽取下一位登场的选手。还剩下两组对决，抽中间的那个，怎么样？这位歌手一直被怀疑他在导演组里有人。够了啊，够了，来来。您加油了，好好的等着。他还更有实力，有请跨界歌手小沈阳。确实是很紧张，因为今天晚上这首歌呢特别重要，这个舞台也是需要有这么一首歌，得不容易有一丝的疏忽，要稳稳的把这首歌要把握好，唱给观众听。你们都困了吧？是不是都喊不动了？精神精神啊！来呐喊一声！哎，好！再喊一声！像黎明一样出现在我眼里，兄弟你在哪里？听不见你的呼吸，只感觉我在哭泣，像雪一样在滴，我一个人独自在继续，在伤痛里闭着眼回忆，岁月风里那是最最致命的武器，谁都无法把曾经都抹去，还有什么比死亡更容易，还有什么比刀下更有力，没有火炬我只有勇敢点燃我自己，用
牺牲，证明我们没放弃。还有什么比死亡更恐惧？还有什么比子弹更无敌？没有躲避，是因为我们永远在一起。用牺牲证明我们的勇气。有意思，这从来没有过这种装扮的哈。谢谢沈阳，也谢谢各位舞蹈演员，谢谢。再次证明你在导演组确实有人。这真材实料啊，这个。对。真心疼我呀，大棉的，这是。特别好的棉花，这个。老军装。对。而且现场整个的这个场景的布置，把我们一下就带回到了那个战争场面当中。集结号的主题曲。对，因为这歌有力量，应该唱一首这样的歌。嗯嗯。没张嘴唱歌之前，怎么看都像打入我军内部的敌特分子。但是，一张嘴唱歌，整个那个劲儿完全变了，真的就忘了这是小沈阳，就真的那个劲儿就上来了。沈阳现在还有三位对手了。嗯。三个人。嗯。三个人当中，谁对于你来说竞争力最大？哎呦，其实怎。都挺，今天晚上我看都拼了，我看。嗯。对。月明还有涛哥还有子文都挺强的。嗯。就碰到谁你都觉得不太好对付。嗯。那你就坐那儿继续放松放松。行。看看我能帮你选到的对手是谁。行。嗯，来沈阳那边请。谢谢啊。来，我们看看沈阳的对手会是谁。我就挨着拿吧。
我先把这一排拿光。哇，沈阳，我给你抽到的这位跨界歌手，是我们舞台上的一位大哥，我名副其实的大哥。我他特别擅长把各种不同曲风的歌曲串在一起，所以他有一个标签叫郭串串，我们都叫他串儿哥。我先走了，加油哥。好，很遗憾咱俩没 PK 的。好，准备准备。他每一次串烧歌曲的时候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今晚串儿哥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有请跨界歌手郭涛。有点卧薪尝胆的意思。第一场的时候真的紧张，经过这么几轮的历练以后，我想会抱着一个比较好的心态，我尽量的能够发挥一个比较超常的一个效果吧，证明我这个串串王的这个实力。看完以后，听完以后，您一定会说绝了，不信你听听。电影已经诞生100多年了，提到电影就不得不提到电影院，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地方。伤心的时候我们来到这里，相识的时候我们也来到这里，有的人在这里求婚，今天我就用一首歌和大家一起追忆那些我们曾经追求过的电影。天涯海角，迷呀迷之小妹妹唱歌浪漫情，浪呀咱们俩是一条心。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展翅飞翔，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野花香，山花香，狗儿飘，羊好听不好听？真的好听吗？还想不想唱？
还想不想让涛哥唱？涛哥叫什么？串串是不是？好，今天呢，涛哥就跟你们串一个哈。先把让涛哥把衣服穿上啊，然后呢，今天我们不串不归，好不好？大家嗨起来吧 ，music。有多棒，只有多了爱们可以带着我实现梦想。啊哈哈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慢羊羊软绵绵，我的老布嘎就住在这个团，我是这个团队土当土当的羊，这个团不再大了，不再有罪就送难，你的乡亲听可不老婆也来赶快狂，今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我曾经闯上个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去把它把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
所有的舞蹈演员，谢谢你们。有人能算出刚才涛哥串了多少首歌吗？小20首吧。多少？18首。带上那个前面的那个《碟中谍》的音乐是19首。作为一个电影人，然后编一首这样的串烧的这样为电影致敬的一首歌，觉得我来唱再合适不过了。对，其实是把自己给害了，太难了，这个太难了。我练了大概有1.5个月的时间，特别是点儿啊什么的，刚才还是有些失误。而且还有那么多道具的转换，那么多人，谁是在导演组里有人啊？沈阳，你都没人，真正有人的在这儿呢。以后就不要再说我了啊！欢迎沈阳。今天涛哥稍微有点感冒，都一样，不好意思。沈阳，你也没想到涛哥会用这样的形式来和你 PK 吧？很厉害啊！我的老家走出了世界屯，我是这个屯子土生土长的人。但这个也要特别感谢捞仔老师的编曲，谢谢捞仔老师。神了，19首歌谁跟谁都不挨着，能编成一首歌，多不容易。其实对乐队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不断的在串。对，我觉得他的那边的表现也是特别特别的优秀，而且杨洋是属于他那高音一上去以后，他控制特别好。但我今天嗓子有点失控。我特别高兴的是，终于有一个上台的比我岁数大的，这个他唱的每个就是所有那个都是我们小时候。那个吴老师肯定都没听过。没听过，我小时候听的就是那个《少林寺》的主题曲。嗯。特别的感触，因为我跟小松我们俩岁数差不多嘛。然后。你比我大5级的大师兄啊。然后杨洋呢，他也是个电影的插曲，代入感特别强。因为我不是在这种背景长大的，我对这个是有点距离。可是刚才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的眼神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能够把我带进这个情绪里面，你对得起这首歌曲了，真的唱得很好。那郭涛，串这个东西我做过，我知道有多难，能够串19首歌你做到了，这就是跨界歌王。谢谢吴哥。但是我非得要投票，我把这一票投给真难投。郭涛，谢谢吴老师。我把这票投给杨洋啊！我这个一票投给小沈阳。谢谢小松老师。目前沈阳获得了10分，郭涛大哥获得了5分，现在沈阳是领先5分。接下来是我们的各位音乐评委投票的时间，先问一下马上佑老师。说实话，我觉得两个人都付出了非常非常大的努力。对谁来说都不容易，但是是得必须选一个，是吧？嗯。沈阳。您选沈阳，谢谢马尚佑老师。山河老师，您对于跨界是怎么理解的？他特别难得的就是能够把这个19首歌，他都用郭涛的标签去表演，这个其实我们就找到了跨界歌王的它的含义。这个节目其实是一个独树一帜的，我们大家来值了。就是能够在这个每个人的表演当中找到他们的真情和真意。谢谢您。接下来要请10位专业评委进行投票，红色代表小沈阳，黄色代表郭涛大哥，请投票。沈阳获得了3票，郭涛大哥获得了2票。这边5位老师请投票，沈阳获得2票，郭涛大哥获得3票，谢谢。现在沈阳的总分是25分，郭涛大哥的总分是20分，沈阳依旧领先5分。最后的权力交到现场150位观众评审的手中，做好准备。韩后茶蕊嫩白叶，嫩白就是 baby 白。观众投票时间，请投票。
票通道关闭。一起来看结果。红的多，差不多呀。红的多，差不多。红的多，我感觉红的多。我感觉黄的多。一半对一半的感觉啊。差两票。颜色色块我们数不过来，但是现在观众投票的分数我们已经统计完毕了，一起来看看最后胜出的会是谁。一起来看，恭喜沈阳103分晋级总决赛，郭涛大哥获得了92分，沈阳领先11分。名副其实，再给你。没有没有，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这么抬爱我和鼓励我，我知道这个票是给我的包容，感谢各位评委，感谢你们，大家辛苦了，谢谢谢谢。谢谢沈阳，涛哥承让啊，加油啊！再次感谢沈阳，好，谢谢。首先很幸运能够从第七期走到总决赛，既然走到了决赛，就要拿出决赛的一个样子来。哎呀，今天晚上就先不想了，先休息一天，完事再想吧。虽然涛哥在这个舞台上停留的期数并不是那么多，但是唱的歌特别多。在这儿呢，我也想借着这个最后留在这个舞台上的机会呢，对我的所有的合作的乐队的奥仔老师，还有我的所有的小伙伴，各位评委，各位朋友们，谢谢你们，我会一直努力的，谢谢。谢谢涛哥，谢谢，谢谢。我是喜欢挑战自我的一个人。不是吹牛啊，我一定是在演艺界里头唱歌唱最好的。我这回来就是拿歌王来的，绝对好看，绝对跨界歌王非我莫属。跨界歌王有跨界歌王的精神，既然跨，允许有人跨过头。好好表现，发挥你的串串风格啊！加油！我呢，贪玩，然后把自己给玩进去了，弄了十几首歌，我的目的达到了。不管是能不能晋级，跟大家来一个真正的这个串烧，这回你一串到底，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跨界不分年龄，不分性别，只要你有一颗勇敢的心，都可以站在跨界歌王的舞台上。最后还有两位跨界歌手，我们把他们两个人一起请上舞台，有请潘粤明、王子文。行了，可以了。不知道咱俩谁先啊？不知道呀。你们两个人可以用你们喜欢的方式去安排你们今天演唱的顺序。配音可好了，配音可好，来准备好，石头剪刀
不，石头剪刀不，石头剪刀不，哦，月明获胜。好，那月明先回到座位上，我们让子文先唱。这首歌是我跟任贤齐哥哥合唱的一首新歌，也是《诛仙》手游的主题曲。嗯，这里面所有的道具都是我们店，那就是戏里的道具，就原封不动的搬过来了。刚才那个男孩子演的就是任贤齐哥哥那个角色。接下来我们要请子文稍事休息，把月明请回舞台，欢迎月明。玉明，加油！
摇滚乐其实对我成长影响挺大的。我觉得我应该为我曾经热爱了十几二十年的这种音乐的曲风，表达我对他们的热爱。谢谢我们乐队的各位老师，谢谢你们，谢谢。你是要把摇滚精神进行到底吗？我觉得我可能更适合吧，因为摇滚还是影响我成长的，我的很多态度和人生观都是通过这种音乐得来的。嗯，那我们把子文再次请回我们的舞台，来欢迎子文。哇，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叫你大胆哥了，太难唱了这首歌。从他从那么高的地方下来的时候，你要搁我就不行的，我有点恐高。然后我就想，那个怎么会真的在下雨？是在下雨。特别谢谢导演组特意帮我设计了一个，
结果没想到是在一个吊起来的亭子里下雨。那你觉得子文这首歌曲怎么样？也特别好，特别迷人。时光荡破这名字起的也很有创意，对。然后小鸟依人的在里边，真挺浪漫的，真的。没想到节目组能把我们那个戏里所有道具都搬过来。子文的那个场景古色古香，还有电影感。月明的那个通常重金属的大长头发，然后长得没这么帅的，都是捞仔那种头发。月明那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唱的比那音乐快。前面是吧？后面也有。重金属的音乐啊，节奏是非常重要的。对，我又犯了前面的错误，就是戴着耳返然后听现场音。子文这种歌曲是最难表达的，我比较欣赏的那一位比较完整的，我选的是子文。我可能也要投给子文，因为从完成度上来讲还是子稍微好一点。谢谢。歌的难度当然是月明的大，但是最综合的我觉得子文做的更好一点。我还是要把票投给静静的传递出完整的信息的子文。谢谢谢谢黄老师。这一轮现在子文获得了15分，月明目前没有分，子文领先。接下来是我们的10位专业的音乐评审们，你们的投票时间了。我们先请龙龙老师来点评一下。我觉得这两首歌的舞美是我今天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非常到位。月明呢，刚才的确一旦这个节奏跑掉的话，它这个力量上面呢就会欠缺很多。玩摇滚乐的有一点，得眼里没谁。就其实你玩的怎么样再其次，得眼里没谁。我觉得在这点上潘粤明做到了。从我对跨界的理解来说的话，我更喜欢这个潘粤明的表演，虽然他有很多的一些小问题，但是这个精神是值得鼓励的。谢谢您。谢谢谢谢老师。职位评委准备好。谢谢。我们要开始投票了。红色代表王子文，黄色代表潘粤明，请投票。子文2票，月明3票。这边5位老师，请投票。子文还是2票，月明还是3票。现在子文是27分，月明是18分。现场有150位大众评审，也请你们拿出手中的投票器。含厚茶蕊嫩白叶，嫩白就是 baby 白。观众投票时间，请投票。通道关闭，一起来看结果。红的多还是黄的多？最后成分数之后会是多少？一起来看。谢谢谢谢谢谢。月明就15分，只差5分。你怎么像小学考试一样？我95已经很牛了，好吗？这人家100分，超级牛。我都很久没有得过100分了，受宠若惊吧。谢谢谢谢节目组，也谢谢所有的评委老师，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加油。虽然决赛里面的每一个对手都很强大，但是希望你也能够展现出你的实力，做到最好的自己。好，谢谢子文，加油。谢谢谢谢，休息一下。祝贺啊，谢谢再见。谢谢子文。说实话，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没有想过自己可以晋级。希望下一场的时候我能有更好的歌，然后有更多的惊喜带给大家。我回去好好琢磨一下我决赛的时候唱什么。月明，这是你8次在跨界歌王的舞台上演唱了吧？唱到现在对这个舞台什么样的感情？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唱歌，
也是因为有了刘涛啊、光洁啊、小沈阳这些好朋友，我又不是我一个人丢人，再说还有跨界这两个字呢，对，我就来了。来了以后呢，其实发现我这个基本功是差了一点意思，但是没关系，我还有一颗摇滚的心，对，我觉得摇滚乐其实真的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的，那会儿就在做梦，以后有没有可能能够唱摇滚乐啊，当一个专业的摇滚乐歌手或者开个演唱会啊，事实证明不行，但是这个舞台帮我完成了这个梦想，对。乐名是在这个舞台上，从撒点野开始，我们也想以撒点野为一个节点，能不能请龙老师您上台弹一小段，让乐名再嚎上一嗓子？龙龙老师是中国最牛的吉他手，要说之一啊，之一对、哎、好，捞仔大师还在那儿、啊、对我大失望了。然后我告诉你啊，逛着个房子，我迎着风雪，跑在那逃出医院的道路上，别拦着我，我也不要医生，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给我点肉，给我点血，换掉我的耻辱，刚毅如铁啊，快让我哭啊，快让我笑啊，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咦耶咦耶，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在雪地上撒点儿野，没吉他没键盘我照样可以活到这把年纪了，也没那么多撒野的机会，我希望借着这个平台好好的撒把野。我没穿着衣裳，我也没穿着鞋，却感觉不到西北风的强和烈，我不知道我是走着还是跑着，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其实我每走一步都是前进，这个对我其实是最重要的。给我点爱，我的护士姐姐，快让我哭啊，快让我笑啊，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最不舍的其实就是这个病，因为大家像一个家庭一样，给我留下的只有美好。不能原谅。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不要在意曾经的过往，谁的青春不曾迷茫？心中热血流淌，才能勇敢的去担当。当你积极一句就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奔波。我爱你。经过半决赛比拼，最终我们收获了晋级跨界歌王第一季总决赛的六位选手，他们是李光洁，最后胜出的是李光洁，险胜光洁。刘涛，恭喜刘涛100分获胜。秦海璐，恭喜海璐108分胜出。王祖蓝，恭喜祖蓝1分险胜。小沈阳，恭喜沈阳103分晋级总决赛。王子文，恭喜王子文获得了100分。历时12轮3个月的比拼，这个夏天我们在跨界歌王的舞台上见证了14位选手的成长。当你觉得你得到这么多人的拥簇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得更优秀才能够不掉队。从《匆匆那年》一直到现在的这首歌，我发现我自己都能看到我在这个舞台上的成长和进步。
享受着他们为我们奉献的惊喜和感动。我们在舞台上把我们最好的去呈现给大家，只希望就那么一点点你们会喜欢，就那么简单。感受着他们勇于跨界的无畏勇气。我爱你，跨界歌王。下周我们将迎来跨界歌王巅峰之战，他们将迎接三轮残酷比拼，向歌王发起最后的冲锋。歌王之争愈演愈烈。这里是北京卫视跨界歌王的总决赛，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跨界歌王。第一季跨界歌王，跨界歌王王祖蓝、小沈阳，跨界歌手李光洁，最后一次赛前采访。这是最后一期了吧？虽然说它是一个总决赛，至于是歌手还是歌王，其实我觉得没差别。当然是歌王最好，但是不是歌王的话也没所谓。我觉得我能进决赛就已经是上天对我的一个宠爱了。我们真的在舞台上面享受了每一首歌啊，每一个回忆都是非常甜蜜的。真正参加跨界歌王，能否跨界，能否跨界成功？这次请来帮帮唱的都是乐坛的超级高手，六位歌手都已经蓄势待发。是我歌王由韩后茶蕊嫩白叶冠名播出，韩后茶蕊嫩白叶，嫩白就是 baby 白。北京时间为官方互联网合作伙伴，您可以登录北京时间网站或者下载北京时间的 app 看不一样的跨界直播。感谢合作媒体北京时间、新浪娱乐、网易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凤凰娱乐、人民日报客户端、网易新闻客户端、新浪新闻客户端、腾讯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日报网、中国青年网、光明网、国际在线、北青网、中国综艺网、环球网娱乐网、中国网、千楼网、粉丝网、橘子娱乐、凤凰时尚、一点资讯、今日头条、加客、天翼时讯、时装 app、手机百度、美拍、小米、天涯社区、百度百科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是因为我们永远在一起，牺牲证明我们没放弃。在身旁，你还在就是岁月给我最好的奖赏。江山。